这条小狗咬口非常棒，这条猎梗犬太兴奋了，咱们近距离看一下啊。毛毛，好样的，毛毛。不咬下来，誓不罢休。牛不牛逼？兴奋度太高了。这条小狗14斤，7公斤。毛毛，来来来，喝点水。来，给它弄点水。一会儿继续锻炼。毛毛，上上，好。把这个假兔放到这个铁链上面了。毛毛在嗅它，看它死了没有。这是一个假的。这个铁链有80多斤，这小狗才14斤。哇塞，他能把这个铁链子给拉动了。刚才试了一下这个猎梗的兴奋度，特别兴奋度特别高。是一条1岁多的母犬，那个喜欢这种犬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。有什么需要呢？咱共同交流一下。而这个体型，这个德国猎犬、猎梗犬啊，体型特别小，但是牙口特别紧，我也是非常喜欢。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我是阿龙。